设立流动职工书屋，是公司配合澳门工联总会积极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中建澳门有很多本地员工，职工书的建立呢，有利于团结职工群众，凝聚爱国力量，提升家国情怀，让爱国爱澳核心价值在澳门薪火相传，还可以为职工文化生活和实践素质提升打造一个精神家园，对公司文化建设起到促进作用，进一步引领职工思想，服务国家大局。职工书屋设立后，大家读书的热情高涨，书目包括思想实证、社科人文、经济管理等内容，成为职工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增长新本领的充电站。工作之余，我经常来到职工书屋借阅读书，培养自己的阅读兴趣。这里是我们增强理论知识、专业技术的第二课堂，亦都是大家增进感情的交流平台。职工书屋持续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不仅对我参与研政工作提供很大的帮助，也助力广大职工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湾区融合发展。职工书屋，我们的精神家园，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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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